无所揣忌，嗯，也不揣，不揣就是揣测的意思啊，没有这种顾虑，嗯，身心淡乐，所发的言辞呢都是和顺的，在你命中的时候，一切忧苦都没有了，说你妻子眷属在你身边，同时呢，临命终时呢，也没有阎王爷派了小鬼抓你，没有的，自然命中，这个时候说要见着的，散发具足的，有真实福田的，这样善知识在你身边，你的身心欢悦，升起敬仰心。命中时候呢，还生人中，再来做人，再继续修善，嗯，要是助根的圆满，肢体呢也具足，所有牲畜都是和顺的，自身也很聪明端正的，那么快乐的，这跟前文都一样呢。还遇到善知识，来教化舍受你，因为你这个不说离间语，把这一粒任一些乐不善法都断除，能得到殊胜的善法，能修一切的大乘法义，能修一些菩萨行，见自取入深广之海，乃至证得无上菩提。证得菩提了，所居的果道一切都歼灭，难可破坏。诸名莫悟，只说庄严，无为无尽，善合争讼，善合就没有争讼啊。希求存朴，存子的善法，这些友情升到你这个国度来，升到个，能够呢尝试听闻正法，如来的自身寿命无量，施咒有情如应说法，不过涅槃后正法久住，利益难乐无量的友情，善男子是菩萨摩萨，第五远离监狱。远离离监狱，这是所感的后果啊！这个未来劫就长了，因为你这一善能引起众善，不是光一离个离监狱，离了离监狱了，自然的就没有妄语了，乃至于不说瞎话，诚实可靠的。每一轮都入世啊，这十轮都入世，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，与声闻乘得无误事，与声闻乘不得伽罗得无误事，与独觉乘得无误事，与独觉乘不得伽罗得无误事，与大乘得无误事，与大乘不得伽罗得无误事，常识之言三宝总行。这前文都一样的，十轮都一样。宇宙如来出家的弟子，要是法器，要非法器，下自披片袈裟，取须法者得无误失。与大乘法常得生进，无有退转，立会圣福常得生长，与与一地定住陀罗尼。住隐住地，树得自在，无有退转，常得治愈，助善之事，随顺而行，常得不离见义佛，接受菩萨声闻弟子，不离闻法，不离勤念供养众生，宇宙善根呢，常精勤求，心无厌重，常与菩提萨埵恒愿
心无言中，说到古报呢，光着前胸，每一段都是啊，不再重复解释了。菩萨善男子，摩诃菩萨摩诃萨，尽行受，离出能语，一众生常共耐静，说法言辞皆令欢悦，唯心净奉无所存疑。讷口啊，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，他翻译的跟其他的经论呢、啊、都把它翻过来了，他都用原来的语言，其他经就翻讷口，就是实讷之意啊，离出讷的话，口里说话从来都是柔和善顺，人家听到啊，都听到那语言的欢喜。人家过去古来人讲啊，良言一句山东难，讷语伤人六月寒。讷语就是讷口，讷口就伤害别人，就六月前也是很冷的，形容人讷口的不好啊，就是冬天了，你说句好话，人家感觉暖在心头。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这叫业呀、啊！你看那些个讷口众生，骂人骂惯了，开口就骂人，开口就骂人。在我们家乡，特别我在四川，开口就骂人，第一句一定骂你，不骂你他说不出来话。多生哪些积累的业啊，说看来很轻微啊，改正非常困难，这叫无量讷习嘛，无量劫来的所积的讷习。出语啊，见人都要说好话的，为什么？他眼悟心，凡是出讷语，说两舌，说妄言，说其语，他都是讷心所，意也是讷的，口里业呢也没有善良的。如果把它转变过来，成了善根了，再不说那口，有这个善根成熟了，那你过去前际啊，就是那过去劫，说在五曲，天人对于鬼畜生的五曲流转，都是因为出那语，受身口意一些那的业障，乃至于烦恼障，一些友情障，一些法藏啊，一些助善调善藏，自作叫他见闻随行，由这个远离出那语了，皆悉免坏，没有了，再没出那语，改了，摧灭无余，绝不受果报。假使说大家现在在普罗寺啊，我们这三宝弟子，你听见一句出那语吗？没有出那语。所以说在三宝环境当中，与你现身当中啊，都得到人天的恭敬勤耐，对你说的话人家没顾虑，绝不揣测。为什么呢？你说的都是好话，都是让人家种善根的话，人家身心都很快乐的。说你所发出的言辞，人家说都是欢悦的，喜欢的。大家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人家来到我们普罗寺
见着我三宝，不论见着哪位师父，都生欢喜心。这个说感不得果报呢，也现实的啊，每位道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体会到啊，恐怕咱们不止十那十三页吧。大地十轮经从这开始起，开始起啊，十难页、十三页，那这不是咱们所求的了，这只能生人天呢，天还生不到，只是转为人。天没有这些了，下文还会讲到的。身心难乐，所有的言辞人家都欢悦，那你在命中的时候呢，你身心呢忧苦敌恼都没有，自然的命中，不是受阎罗王来牵牵的。你所见到的都是那可疑的事情，你说接触的都是聚散的、聚戒复读的、真实福田的，这给了你给你做道友，那你心里就欢悦，身生敬信。到你命中时候都是善友帮你送走啊，朋友。这样子你欢生人中，要得看你愿力。你这只是十三业，如果你把这个业再加点念佛的功德，加上念佛功德，那就生净佛土了。实在也只能生人中，住根圆满，肢体具足，随手生住，所言有缘，端正聪明，难忘快乐，随意可乐，调散具戒的，处得真实福田，这样的人来给你做善知识，一笔修学，离除能语，能断一切恶，不善法，因此一善，渐渐使你能够断恶修善，能求些大乘法义，能修一些菩萨愿行，渐次取肉深广智慧，乃至正得无上菩提，这跟前文都一样了。所具佛土，远离一些不善意义，种种圣妙的如意合牙，助药愈生，解济法生，充满其土，具足念慧，梵音清澈，诸善有情来生其国，常以缘语更相劝进，如来自身寿命无量，唯入有情入意说法，般涅槃后正法有助，利落有情无量有情，利落难乐无量情，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，第六远离出那语，第六轮远的出能理论，成就这个轮之后所感生的报，与声闻成得无误事，与声闻成普特揭罗得无事，与独角成得无误事，与独角成的普特揭罗得无事，与大成得无事，与大乘菩萨伽罗的得无事，与三乘法、三乘人都没有拐错的，常能够直言三宝总性，是三宝总性之圣不断绝，与大乘的菩萨伽罗无事没有，常识灭绝，直言三宝总性。宇宙如来出家弟子，要是法器，要非法器，下自披片袈裟，披出虚法者，得无误事。
不但对三乘法三乘人人都无视，对一切众生都没有无视呢，乃至于披现面袈裟的能够显现佛法生三宝的相，对他们都无误事，误事啊都不伤害他们的意思啊，都尊敬他们的意思。以大乘法只有生进不后退转，理会圣佛增长一切诸陀罗尼诸人诸地殊得自在，没有退转。常德之欲诸善之时随顺而行，常德不离一切诸佛，也是菩萨声闻弟子，不离闻法，不离亲近善知识，不离亲近众生，与诸善根常精进求，心无厌住，精进求法，求善根增长，心里没有满足的时候，常与菩提种种心愿，发菩提心，发菩提愿，行菩提行，心无厌住。所得的果报呢，前面也说了，不再重复。佛是善男子，要助菩萨能尽行受，远离杂秽。一切众生常供耐敬，说法言辞皆有毅力，闻喜供奉，没有错意。杂秽有没有利益的话，摆闲言呢？人家那这其余啊，就是其余。其余就是杂秽语，没有什么含义的，对你行善没什么帮助。一般的说杂秽语啊，经论上讲啊，属于恶行的了，恶行的。所以世尊教授众生说，杂秽语就是非实，不是你说话的时候要说，不是实在的语言要说，不是真语要说，不是法语，没有道理的。这些呢分着多少类，这个很难的断呢。妄语咱们知道说瞎话，但是其余啊咱们一天都在说，说你所说的话不实在不诚实，这叫非实语，不是实在的，就是其余嘛。非真语就是你所说的话虚妄变异，不是实实在的真语言，不是法语，不是说法，说你所闲聊所说的话所表现的不是法事的，其实呢无异语，你所说的话没有什么开发，没什么创作，没有断惑，没有正真，没有意义的语言。非寂语，即是寂灭的寂啊，寂语。而智者所说的话，都经过思考的，思考的，思考就是寂静的意思啊。随便就说了，是非寂语，没经过思考而说的话，就不寂语，还有不静语。不敬语，说说玄说，说说玄言，
不是南京的语言，不像英语，说出的含义没有道理的话，文不对义，义不对文，文不与义相应，义不与文相应，这不义语。还有不相应，不相近，前后不相续，说话没次序，就不相近，杂乱，杂乱就是不一定，就乱说，无法，所说的法，不是三宝的语言，就叫无法。还有所说的话，引起了很多是非，不是有意的事儿。说这个引起很多是非，也许没道理的话。所以呀、咱们经常看见其语，其语最难断的是其语。妄语咱们有戒，两舌大家也知道，其语最不好戒。所以有这么多的解释。要是没有其语，没有义理的话啊，这个善根成熟了，所有前进的转五曲五道轮回啊，大的十论经都说五道，不说六道啊，五道轮回，把阿修罗带到啊合并了，因为五道都有阿修罗，没有阿修罗这道。在这生死苦海的长征当中，杂秽语啊，就是语言的恶作业，它生起很多的烦恼，乃至是友情障碍、一切法的障碍、主义力的障碍，自作教他，见闻随喜。如果能够把这个语言断了，远离杂秽语，有其语啊，那么你把它断了呢，也不受这个果报了，所以这个其语啊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，那么说的话对人家没什么利益的话，就叫散心杂晃。在佛地经论，佛地经论里边解释这个什么叫义利，什么义利啊，现实含义，这些话有利的或者是为名的或者为利的，世间的名义，有世间的名利，乃至离开乐的名义、福德的名义，这就是善法，那是有益的语言。这些个跟这个其余有差别的，说对人家有利益，说这个话呀，对人有利益，或者是世间的名利，或者离呢的，离开一些呢的名利语言和福德的，这叫无利无义利。说的话都是有益有利的，这不叫其语。说这个戒所呀，就很详细的分别。如果我们给人说话说法，在法上他不懂，给他举个例子，这是有利有利，那不叫其语。说这个其语的戒所呀，分别的戒所，
要掌握好，不是这种呢就落到其余里头去了。与现身身中，主人天皆共勤耐，无所揣虑。就现在的人天当中，无所揣虑，身心难忘耐乐。所发的言辞皆生毅力，皆生毅力。就刚才讲的毅力，皆生毅力。将命中的时候，身心不为忧苦敌恼，所耐的妻子眷属为有，临命终时候不见可怖的阎罗王神，未见可厌的成条善法具戒福德的真是福田的善知识在你身边，这样的死亡而身心呢欢悦，身生静心，就命终了。大家看着那个，咱们能可以判断说这人要死的时候，说你给他送往生，看他非常的安静，非常吉祥，心不烦恼，意不颠倒，这样的安安详像睡觉一样的，他就死了。不是死都死不下去，烦恼贪心重的人呢非常的厉害。咱们修行修行什么呢，就是离开这肉体的时候安安静静的离开，愉快的离开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。有贪恋的人呢，耐财的人到临死死不下去。一个人跟我讲，讲他的爷爷，他爷到死的时候就是不咽那口气呀，把那个烦恼的不得了。儿子、媳妇儿、媳妇儿啊，家庭三代人都围在跟前啊，说老太爷怎么的呢？这要是走不下去，走不了，什么原因？他就揣测，他的大儿子媳妇儿啊，非常聪明。他看这个老太爷这两个眼睛啊，又盯着那个灯网，瞅着那盏灯，能存吗？过去吗？乡下吗？灯网里有什么呢？本来啊，灯网点一根灯草就行了。那天为老太爷要死了，搁了好几个灯草，那火苗就很大呀。